见面了，老板。当你能看到这条消息时，想必我们已经失败了。曾经，这个世界就像硬币一样，有正反两面。新实体来袭，一号舰队迎敌准备。 我来打头阵，带上命中注定的人类，获得超能力的人类出现，他们被称为制裁者。这次就到此为止了。哼，尝尝这个，哼，拿人钱财，取人消灾。哼，没办法，开始吧。 愚蠢的家伙们，抵抗是徒劳的！哈哈哈！老板，四级侵蚀体出现了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！